Hello, Taiwan. My name is Mariano Herrera, and I am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I will be coming to the WBC opening on March 8th.穿着浅色上衣自录影片，有着标志性的光头，眼尖的球迷看出来了吗？他就是前洋基守护神李维拉，史上第一位全票通过进驻名人堂的 MLB 球员，即将在3月8号为世界棒球经典赛开球。Let's go team Chinese Taipei, Let's go team Bang.李维拉来台行程也曝光，他将在3月6号抵台，入住台北的饭店。3月7号上午参加名人分享会，下午则移师台中参加运彩的公益活动。3月8号当天举办签名会，晚间则替 A 组开幕战，中华队对巴拿马之战开球。传奇球星李维拉3月6号抵台之后，就会入住这间位在台北的星级饭店总统套房，这里一晚要价至少15万元。一晚要价15万，当然得要有总统级的待遇。饭店不止安排24小时的贴身服务人员伺候李维拉的起居，还客制化绣有李维拉字样的浴袍、毛巾和马克杯，以及李维拉最爱的法国气泡水，自然不能够少。就连餐点也是按照李维拉的喜好打造，挑选上等台湾海鲜、和牛、龙虾套餐，要让李维拉宾至如归。10年终须一战。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，距离经典赛开幕只剩下不到一周，不仅有各国球星来台，主办单位还特地在台北的南港金融园区举办赛讯直播派对，号召全台球迷集气，一起替中华队经典赛加油打气。镜新闻李永进、彭志华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